在美国，因为美国是一个科技的王国，而且是传销的王国，所以他选择性很高。那爱多美才刚开始，所以很多人还不了解。但是爱多美目前从东南亚开始出发的时候，他会创造很大的业绩，那未来很快的将会成为我们所谓传销100大里面的前十大，这个时候就很多美国人就会进来了。所以各位只要不离开这个市场，就是你们的。这个东西呢，就是带给自己的健康和美丽的同时呢，也给周围的朋友一些帮助，也帮他们找到了这种物美价廉的产品。我还总是跟他们说，因为大家都是朋友，说你们不喜欢就退啊，然后公司是有这个 policy 是可以退的，但是没有一个人退，都是越买越多，所以我也有很有信心，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。我有一个机构统计，当你老的时候，你最后悔的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想做某一件事情没做而后悔，还是因为做了某一件事情而后悔？所有的答案都一样，就是当年年轻的时候想要做那一件事情，结果没做，到现在不能做而后悔。所以当年年轻的时候，你想要做什么要赶快去做，尤其爱多美事业千万不要放弃。大家好，我是玫瑰大师王宏基。这18天的研讨会当中，各地的会员都很热情的带我们去，很漂亮的景点去。所以这次去了，我们也去参观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大学——杜克大学。然后我们也去了纽约的自由神像，坐船出去。那我们昨天还去参观了尼加拉瓜大瀑布，哇，非常漂亮的地方。台湾的会员非常的幸福。因为台湾爱多美公司所提供的经营环境绝对胜过于其他的国家。我相信爱多美事业是时间的累积，只要你进入了成功系统之后，你不要放弃，那么时间是你最大的创业的本钱。有很多的年轻人，他们可以用5年、10年，更至于更久的时间都无所谓，因为你上班30年也不一定有任何的一个退休金。但是在爱多美，你只要坚持3到5年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获得一份你所需要的一个财富。大家只要努力，我们大家都可以，我都可以，我相信大家也可以，加油！